大家好，我们继续讲解《孔子论语乡党篇》第十八节。君次时，必正席先尝之；君次兴，必首而见之；君次生，必除之。四时与君，君祭先饭。君我们分享过啊，就是指最早的祖宗弄这个字就是度量衡交易的器具标准，后来呢，就演变成了仁，指着为大家主持公平公正正义的这个仁。那么再后来呢，就是成功做成人的人称之为君啊，甚至君子和他儿子一样啊。那么君子就是指境界高啊，这个对。生命的真理真相呢，有一定认识见解，并且做人比较成功的人，称之为君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是指族长或者是就是邻居啊，君子这都其实不重要，就是指不是自己，那但是人家境界高，或者是就是说啊族长啊，或者就是乡绅啊，就是乡里的某大家推举出来的，大家的这个带头人，称之为君。慈呢，就是指不需要付出劳动给予，称之为慈，白白得，称之为慈。食就是吃的东西，称之为食。必就是有一个关口，没别的选择，一定要从那儿经过，称之为必，就是没选择，一定的意思。正呢，就是指平啊，公正平等，席就是草编的或者竹子编的一种铺垫，通常祖先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在席上吃，所以以后叫坐席，坐席就是吃大餐，正席就是这个吃饭的时候，把东西都上齐了，大家一起坐下来，正叫正席。我们在席不正不坐那一节里头也分享了，那么正席呢，就是一切都完了，大家没有什么又要再关于这个吃的东西再要准备的了，那么大家最后一起享受，称之为正席。那么大家都平等嘛，坐下来吃。尝呢就是体现味道。那么腥是指着这个肉，称之为腥，肉干也好，鲜肉也好，鱼肉也好，不管是什么，称之为腥，那通常是指生的。这个见呢，见实际上也是席的一种吧，和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样，也是草啊或者树木编的一种器具。那么最早的祖先哪有现在我们这些桌子椅子、办公桌、老板桌，还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就是个垫子，有个垫子，这就是算是正规了，那吃饭啊办事啊都在这上面。那么君管理这个朝政国政的时候，那么也是这个垫子，放到这个垫子上弄东西，就是大家要知道重视，就要见。后来演变成为推举，称之为见。那么见呢，最早就是，大家要陈述的事情放到那上面的东西，垫子，生嘛是指活物为生，地里长的，地上跑的，天上飞的，统统称之为生。它自己能动，有灵性的东西，称之为生。除呢，除就是用植物饲养动物来换取人类所需要的食物的一个过程，称之为除，所以叫畜牧业，生除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因为人嘛，不能光不仅仅光吃粮食，还要吃肉啊。动物那么捕猎也不一定能满足，那么需要饲养，所以有了畜牧业。牲畜之类的，那么这些呢，就是指饲养动物的意思，饲呢，最早就是人朝五度量衡啊，交易器具，这个标准的东西称之为饲啊，照顾嘛，管理。后来演变成就是服务，食嘛就是吃饭，这个祭，这个祭啊和司啊是两个东西。祭呢就是指，把这个动物啊宰杀，或者是说啊你要摆放的准备一些摆放的这个，
在撕的过程当中要摆放的一些，所谓的样品啊，就是明星，像祖宗明星啊，这是我亲自用自己劳动换来的啊，天地良心啊，就说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从事啊畜牧，我就宰杀牛羊啊，那么王鱼我就摆上我王的鱼，打猎我摆上我的兽头兽皮，种粮食能摆上自己种的粮食啊，等等吧。那么这称之为祭，准备这些东西的过程称之为祭，司呢才是啊，到那个仪式去跟祖宗唠叨啊，念叨汇报工作啊，告诸王，称之为祭司。那么祭呢，就是这些体力劳动要进行准备嘛，你不管是摆放什么东西，你总要去挑拣啊，准备啊，那么。摆放，那么是一个体力的活儿，那么是这么一个事情，饭，就是吃食物，称之为饭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说明了就是孔子在乡党啊里头跟大家互动生活啊，在这个居住居民区社区里头活动的时候的一件事情，那么。对于别人分享给自己的这个东西，这个菌啊，我们可以理解成别人邻居跟你分享了。那么，我们家有什么好吃的，给你加点儿嘛，就是这种人间的互动，也可以说是就是啊，族长或者就是国君都无所谓，反正就是别人白白给我们的食物。那孔子怎么弄？毕竟正席就是把这个吃饭呢，那都大家一起来，吃都准备好了，也都按部就班了，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了的时候，那么先尝试，先让大家来吃的第一个菜，第一个道食物就是别人赐给他的食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要对我们不没有付出劳动，而别人跟我们分享的食物表示一种感谢感恩，也就是说知道对别人的亏欠，那么也。表示对别人的一种尊重，那么一定要先把这个管它好吃不好吃，要先吃这个别人赐给的食物，那么在这个席上，那么表示了对别人咱不付出劳动啊，得到别人的这个劳动的一种的这个感恩之心、感谢之心啊、尊重之心，所以要先吃这赐的，那么君呢又赐的这个腥给的肉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那么先把它做熟了。那在孔子那个时候，人不再吃生食了、生肉了，那么做熟了，推举给大家，那么也是一样，和这个先尝之一样，先来表明一下，就是别人跟我们分享的，邻居送给我们的，我们要感谢、感恩，我们欠人家的。等我们有了，我们也可以赐给人家嘛，那么就是说见，他说这是你看某某某，赐给我们的，最起码呢，就是说记住自己对别人的亏欠，这是一种心境，那么至于别人跟分享给自己的这个活物，你比如说鸡鸭、兔狗等等这些，动物那么怎么做呢？当时吃不到，那么先把它养起来，处置，就是用。田里的这个草也好，果实也好，那么来把它养起来。那么当需要的时候你粮食又青黄不接的时候嘛，那么需要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宰杀或者怎么着。那么处理这些东西呢，不能送来我们就吃啊，吃了了算了，反正好吃嘛，不能那个样，你总觉得有一定的计划嘛，因为。这个地球上生存规则就是一年四季植物熟那么几次，它不可能天天都熟。那么你要有一定的安排计划，培养我们人类的逻辑嘛，那么就是说，活的，我们先把它养起来，能养嘛就养起来，不是别去反正来了就吃。实际上怎么说呢？大家一听也都明白，来了就吃，管的那么多，体现了什么自私了，那么这就是说，孔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是到处所得嘛，都是符合天道规则的，
说句实话，做人做的就是成功了。那么司十一军，那么军在这里可以说组长，或者是说别人家里有可能要祭祀，他也要准备这点东西，那需要帮忙嘛。孔子在前面也说，朝服立于桌阶吧，就是那个大的台阶儿，那个地方去站着，为大家服务，老弱病残需要搀扶一把的，那么帮一帮忙，给人家指指路啊，等等，那么做义工嘛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，那么作为乡里头的这个族长要进行司了，那么他就要祭，军祭就是这个主祭的人呢，那要去准备这点东西，那是体力活儿，你那羊也好，牛也好。驴也好，马也好，我们宰杀，祭嘛，祭旗也好，祭祀也好，那么这体力，那么所以孔子就专门给这样的人做饭。你本身就是要给人家做饭的嘛，就说服务于人家饭食嘛，就给人家做饭嘛。那么在这个军要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先饭，先让他吃饭，吃饱了才有能量嘛。你本身你的职责就是让人提供饭食的嘛，那么，孔子呢就说，做人处事、为人处事啊，这方面做的都是十分得体，十分恰当。那么他实际上呢，也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，体现出了做人应该怎么做的一个样子，让大家去。这不一定去求得大家表扬，对他来讲也都无所谓，反正自己，得一份心安嘛，那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从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，体现出了孔子的一种境界。好，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